有小偷。对对，我是我是。要签名等会儿哈，我先亲亲这宝贝儿。嗯啊。警告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投降吧，小矮。嗯，你谁呀？演，继续演。鼎鼎大名的超级怪盗，我小圣诞，你们会忘了？嗯，小圣诞。别个大哥。对，一有奇葩事，妥妥就是。崎岖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。即兴出击。喂，给点尊重好吗？我这还在偷东西呢。喂。啊，对了。喂，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！嘎达贝格，青青。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九世纪，维京勇士弗洛基发现冰岛。喵，这跟那小绿人有什么样关系啊？先别急，有人知道维京人吗？好吧，所谓维京人又叫北欧海盗，他们不仅是天生的航海家，更是超强的战斗民族。根据资料，他们还在十一世纪缔造出了影响日后欧洲文化的维京时代。对，正因为有冰岛当大本营，维京人才能踏遍欧洲传播他们的文化。而那小偷的造型就是来自受维京文化影响而诞生的爱尔兰传说。还是不懂，反正老套路，打趴蒙查查，帮助弗洛基就好了吧。好好好，出发出发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石弗洛基先生就是用它找到冰岛。对，维京传说记载，弗洛基在众神之王奥丁与雷神托尔的指引下，找到了先祖航海时用的太阳石。根据资料，太阳石有指引方向的作用，所以弗洛基才能找到冰岛。这头盔，这一身黄灿灿，还有锤子，看起来挺像你们的耶。对呀。我就是北欧之王奥丁。看齐，神话传说是文学创作，并不存在。好吧，总之先找到弗洛基先生再说吧。奇怪，先祖的地图显示太阳石应该在这儿啊。明明有地图，但还是找不到试炼之洞，肯定是我们的维京智慧不足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北欧诸神一定会指引我们的。为我指出方向吧。太阳石就在前面。弗洛基，维京人无所畏惧。发现目标，那就是弗洛基。还有没有人呢？弗洛基找到了空中神殿瓦尔哈拉。瓦尔哈拉，瓦尔哈拉。没事吧？是，我找到了，这是试炼之洞，太阳石就在里头。什么呀个什么呀？特别啊，你们是北欧诸神派来的使者吧？谢谢了。我们可不是什么神使。怎么可能？黄金锤，六角神兽，还有鹰翼盔。您真不是神使，你们是？我们是奇趣特工队。不想被发现真实身份吗？懂的懂的，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对了，我们能和你一起进去吗？当然，我维京第一勇士维尔之子
北海开拓者弗洛基。诸神见证，我一定能通过先祖试炼得到太阳石的。诸神见证什么？算了，跟上去吧。亲戚跟踪特派队等时机。开始扫描。哦，没路了。果然关键应该是这个。分析完毕，这是卢恩文字，上面写着想要前进只有举起雷神之锤。实在抱歉啊，先祖这雷神像造得真不像样，一点都不像本尊那么圆润有力。隔壁灯，试试吧。太沉了。错了错了，遇到麻烦要动脑筋，用智慧解决。杠杆原理。开始。我太感动了。您故意吃瘪就是为了提醒我对吧？放心，维京精神我从未忘记。不要花里胡哨，就要正面刚，大力出奇迹。太夸张了吧。成功还要倒霉，过分秒。不会吧，还来呀。分析，若要打开宝藏之门用维京智慧，解开谜题机会只有一次。谜题呀吼，智慧来了。我瞧瞧，八个按钮几率是八分之一。等等，八个按钮却有九个格子，难道是不同排列？原来如此，都是障眼法。真正的关键是哇哦。维京智慧，这算哪门子智慧啊？维京智慧，这不还是大力出奇迹吗？哈哈，走了走了。看呐，我没辜负诸神的期待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别纠结了，大力出奇迹不也挺好的吗？好吧，反正目的也达到了，我们一起提前进攻，复转成功。萌查查，柠檬酸爽合体。铁球滚滚，无敌目标太阳石，放马过来，维京人滚到。亲戚，铁球滚滚，不不，溜了溜了。到了，艾尔，嘟嘟，你们要赶紧带弗洛基先生出去。嘟嘟，闪电猫，我们追。飞鹰战车，出动！飞鹰战车，奇趣变形！喂，给本喵站住！目标锁定，光喵，弹射！小笨蛋，盾牌反弹，就是现在，飞鹰子弹，
叫智慧。第一步，危险，危险！飞鹰，大回船，武器，转盘，慢弹，我弹，我弹。转滑筒，大失败。什么？甩滑头？好，不甩，马力全开，我跟你拼了！走到了，甩开，奥迪！啊，还没完呢，让你见识见识维京精神！大力出奇迹！呀！我转盘反弹！完蛋，你终于投降！我一定会找到冰之岛的。急需特工，急需特工，任务完成。所以到头来，太阳石跟北欧诸神没关系啊。哎，传说就是传说，不太靠谱呢。哦，这就是太阳石，老大，这是北欧众神帮你拿到的吗？是呢，鹰翼头盔的北欧之王奥丁，手持雷神之锤的托尔，还有六角神兽斯雷普尼尔。虽然他们化身成人类，但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为了报答北欧诸神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传说中的新天地。不不，大力出奇迹。冷静，计划超完美，一定行的。喂，孟车长。检测报告，关键时刻跳高。我是这次去哪里搞事情啊？我说了，这次我们不选时光机检测到的，我要自己挑，去我想去的时间。从记录好的时空起点里筛选成功率最高的，就是它。利用烟花的时间起点，解析出十一世纪时空数据，再从这儿找个大事件。有了，目标1096，持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。资料传送，来吧，自由穿越实验，走起。哎，出拳挡，出拳出拳挡挡，扫头腿扫，你扫呀。哎呀，别抢了，哎，把闪电猫拉走，出动，放开喵。怪，这算哪门子欧洲呀？浓浓中国风。1045年的宋朝。哎呀，相差108000里呀、啊，连影响那么大的关键时刻都去不了。果然，就时空标尺现在的完成度，还是没法想穿哪儿就穿哪儿。那没事，我就先回来喽。等等，走走走走走，来都来了，不搞事情我电费都亏了。我想想啊。正好这时代也有着影响深远的大发明呢。不不，求解释。不懂那就对了，让我给你秀一秀我有多博学吧。这次关键时刻是活字印刷术，在它发明前大家都是通过整块雕版印刷，超级麻烦。可活字印刷却打破常规，将雕版打散，变成一个个独立字模，这样要印刷不同内容只要重新排列就行了。哼，这招不仅提高了印刷效率，更直接促进了世界文明的飞跃。因此，我要它消失。毕竟，影响越大的关键时刻产生时空起点后，我能收集到的数据也就越多。所以，开始你的表演吧！蒙查查，收到。可是，该到谁的乱呀？那还用说，目标是就是那个区区一个走大运的不配被我记住。又是这样。好吧，我做个掌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毕生一拜。毕生啊，对，发明活字印刷的就是他。去吧，开始找事情。毕生
你在我这学习雕刻印刷已有3年，今日只要你通过为师的考验，就能正式出师。弟子愿接受挑战。听好了，1个时辰内，我要你造出一块足以体现匠心的雕版。师父，请延长3个时辰，好让弟子筹备雕版的材料。荒唐！我这府内就有上好的枣木，你只需雕刻便可，何须3个时辰？枣木虽好，却不甚耐用，若要反复使用，还是城西森林的梨木最为合适。大胆！你敢叫为师做事？不，弟子以为所谓匠心就是尽善尽美，不可将就。你，第一个考验通过了。师父，去吧，到城西森林，3个时辰可不充裕。谢师父。我走走好运。也罢，让他失败准备做。很好，时空起点形成，开始收集反馈数据。我们还有好一会儿呢。趁现在是个美容觉。秦军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急去出击。一定要保证毕生先生出师顺利，只有这样之后他才会发明出活字印刷术。又是老套路，拜托，那些伟人就不能主动点吗？这谁呀？抱歉抱歉，条件反射嘛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谢谢。请等等。比对结束，他就是毕生。毕生，真的出动了？对，我就是毕生。你们？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是来帮你出师的。我站。找事情守则第一条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对，太快进军，数据可来不及收集。诸位，我们到了。前面就是城西森林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叽叽叽，没转渡河，礼物没了，大成功，耶耶！过分，你要耍赖！这点小事儿可难不到我们，艾儿加速。收到。补给收齐了，第二阶段启动。都差不多，随便挑一颗不就好了吗？包兄，此言差矣，若要做便做得最好，如此方为匠心，这个不错，就它了。好，交给我吧，空天金刚剪。哇，厉害，少侠一手好武艺。行了行了，等会儿再夸吧，现在赶紧开始雕你的板了。我们也来帮忙。好，太感谢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可得。完成了！哇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稳了，这下肯定能出师啦！啊，雕板，蒙查查，嘿嘿，雕板再见，柠檬酸爽合体。哎，这造型感觉弱爆了。多事，文字就是力量。
左边，右边，不左边。这些字分离组合都能赋予不同的能力。超级小金！你们差点就变成烧烤了。进自己，再来再来，组合字开炮！耶耶，先收拾小怪喵。瞄准那些字，字一既是武器，也是弱点。原来如此，艾尔，送我过去。收到，百变重锤，滚，就，耶，通天拳套，金刚甲。帽子摘下。不不，生气再爆点。格格贝德，哇！还给你！加个火！接好了，通天火线，火焰拳！哇！讨厌！嘿嘿，差不多了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笨蛋，输得这么快，我还怎么记录时空起点呢？蒙叉叉，给我回来！选材的眼界，雕刻的技艺，这两项考验都难不倒你。这样的话，毕生你可以出师了。啊耶！谢师傅。齐去大功，任务成功。小铁他没事吧？小铁。对不起。小铁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有事，我想委托奇趣特工和我一起参加金靴足球大赛，祝我夺得冠军的金靴奖杯。哦，可是我们的球技一般般呢。夺冠的队伍还可以去非洲看超级壮观的动物迁徙哟。太赞了，奇趣特工足球队必胜。金靴奖杯我来了。小铁，难道只有我们报名？对手是野生动物。被震撼到了吧？我的马戏团足球队将是这场比赛的冠军。给我拦截！这地鼠怎么冒出来的？看我把球抢回！喂，可以这样带球的吗？
比格杜，格比。没错，就是这样踢。猎豹，给我全速前进！有乱扔的垃圾。哎呀，这球还怎么踢呀？整比赛结束，马戏团球队暂时领先。参加这次足球赛宣传马戏团果然是正确的决定。我的马戏团肯定要出名了。闪电猫，你为什么不拦截那头猎豹呢？没变身之前，我只是一只会说话的猫而已。克鲁比，不如我们变身吧。没错，我们一起变身吧，实力相差太大了。小铁，你也会变身的吗？不，我怎么可能会变身？我的意思是你们一起变身吧。可是我们变身的话应该算犯规吧？谁说变身算犯规的？变身不算犯规的吗？当然了，你们一定是没有仔细看比赛规则了。参赛球员可以使用任何超能力，必杀技可以飞天，可以断地，可以变身。原来可以变身，这样的话，奇趣特工足球队必胜，不怕强敌，奇趣突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无畏的启动，凯奇变身。猛的出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机器人，下线猫变身。大木球，当真正遇到危机，轮到我们出手。艾尔变身，痛不痛？不畏前方是怎样狂风，集合我一起走，打败邪恶的陆地行动，原地乘坐绿光超跑，守护的心也不会摇动，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解决危机的小小英雄，奇趣特工队出发。小矮妖，怎么是你？小铁呢？小铁他拉肚子，叫我来替他上场。是吗？喂，你们聊完了没有？还想不想踢的？不踢就认输吧。马戏团里哥有意见了，你们还踢不踢的？踢，当然踢了，赶紧开始吧。光进追踪。追不上我了吧，凯奇接球。嘿，蜘蛛，我来对付你。复制鞋，变形转地鞋。光击闪电
比个，耶，比分扳平了。居然被他们扳平了比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用我的叽里咕噜超级宝石，你们给我打败骑士特工队。穿开场上呢，我在这儿呢。好快的脚法呀。黄金天空我这速度这要是严重犯规的。你靠得太近了，通天捕手，马上！哦，小矮腰后面，没辙了吧？一次精彩的扑救，大家快上！我来，我来！还有我！这边！想拦我，没那么容易！黄金之王！时间刚刚好，醒得真及时。全场结束。哦耶！冠军！凯奇，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，接下来就可以去非洲看超级壮观的动物迁徙了。我暂时不想和野生动物打交道了。不必的，我也是。有新货到喽，小矮腰，你有什么金闪闪的宝贝要交换新产品吗？这次没有能交换的呢。那就下次吧，再联系喽。